直男眼中女生最可爱的瞬间，闭眼微笑，受到惊吓，玩头发，嘟嘴，转圈圈，捂嘴笑。这不是直男最爱的动作吗？你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这不挑战了吗？那如果不挑战，你会觉得就是这几个动作可爱吗？可爱可爱。哦，心动了，我动了 ，DNA 都动了。